变换服装，继续安排新秋。好，那么紧接着来穿插一下这首国语歌片换来新秋。来，咱今天播台电吼，华声综艺传播头一天吼，第一天的节目。那么明天晚上吼，明仔载暗时，我来有咱精彩的节目一如换新哦吼，来欢迎咱的好朋友陈信台电脑时间会当小酌小欢搁一摆吼，来甲庆祝咱众尊神圣诞千秋万寿。